哇，真的假的？一个臭豆腐这么一做就能这么好吃？小黑哥今天就给大家评测一下抖音最火的油炸臭豆腐，东西一应俱全，而且做法也很简单，主要的就有臭豆腐、花椒、葱花啊，咱再炸两片馒头片儿，待会儿。呵，给力！你说这中国人也特奇怪啊，就好像越臭的东西大家都特别喜欢吃，比如说臭豆腐，比如说这个臭鳜鱼、酸笋都带点臭味儿，但是不废话，开。